这是一场很不一样的摄影展回路，一张张都是生命的吻痕。这些在一年前遭到了粉尘引燃而严重烧伤的年轻人，如今愿意将疤痕展示在众人面前，是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一年他们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又如何坦然面对命运的安排呢？ 2015年6月27号，台湾发生了有史以来死伤最惨重的公共安全意外，能够保命的却逃不了活罪，超过了300人烧烫伤面积达60%。从加护病房到每天撕裂般的换药复健，一关关的走过，那种痛苦和折磨，一般人恐怕无法想象。记得他们，这个住院长达了2个月。 每一次的复健从不压抑自己的情绪，也从不退缩的女孩彭文玉，68%大面积的烧伤让她一度生命垂危，在医疗团队的抢救和家人不眠不休的照顾下，2个月后终于出院。毕竟是年轻活泼的孩子，谁不想赶快回到人群，恢复正常的生活呢？ 他自己做公车，自己参加活动，人生来了这么大个转弯，却难不倒他。每天，我受不了，按摩先去做那个直皮的。也没有什么，有点痛了。还在睡，哎，刚刚悄悄的嘞。他都快3点钟睡了，睡没几个小时。闭着眼吃早餐，半睡半醒中。 彭文玉回应着父母亲的叮咛，这是彭家每天早上的餐桌情节。上学还要给人家挤来挤去，真的很累。我关心，真的、哦。危险，危险大，超支持，对啊。可以自己来，就自己来，不要麻烦人家开车，说爸爸妈妈以外。哈哈哈！我是四台用。 四台是我的名字，对不对？再一个佣啊，佣人的佣啊。所以我是台佣啊。四台佣啊。你干嘛？你干嘛忘记我了？这9点了呢。对呀。再给我5分钟。9点5分的嘞。没关系。早餐结束后，直到彭文玉出门前，还得再经过一番亲子拉锯战。好的。妈，不能再睡了吧？哎哎哎。 小姐，嗯，嗯，黄玉啊，快点起来啊！啊，你看你这啊，你看啊，你的敷料掉了，哎呦，可怜啊！黄玉，快点呐！啊，你看，爸爸，拿那个敷料来，黄玉，这个要换掉了。 等一下，文玉，等一下要去哪里？附近。每天早上都这样。大刚的话呢？来。哎哎。你觉得我可怜？嗯。我可怜。那就不要去了。嗯。啊，好不好？ 妹妹啊，起来啊！不要再演戏了，赶快起来。四月在演戏啊。你平常一叫就起来的，今天怎么叫？演戏啊！你当谐星，我当什么？哎哎，妹妹啊，来不及了，不能再打瞌睡了，快点，要套头套哦，来，来了，好。 OK。 爸爸，不是我也在睡觉。走，这样睡那边是10点。还不到盛夏，台北的气温就飙高到30多度，对一个身穿压力衣、戴着头套的人来说，酷不堪言。
然而，就算睡睡醒醒，偶尔睡过站，彭文玉始终坚持着每周五天的复健之路。好痛哦！太痛了，太痛了！你来大叫哈，我们需要折中，好不好？你如果大叫，我可能就这里会变得很可怕。阿妈，阿妈，阿妈，痛！复健像是下了十八层地狱。我是说，我们复健老师是那种古代那种宫廷剧的后宫的那种坏娘娘，他们称她为恶魔之手。只要她熬过的，就会进步，可是非常痛，那种痛就是极致的那种痛，那种痛就是会让你不自主的就开始尖叫的那种，慢不自主的落泪。看似简单的训练，对伤友来说，却是从住院期间就开始的折磨与痛楚，目的是让肢体一点一点地找回基本的功能。对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挫折却不仅止于此。一次戴头套，我那时候第一次戴头套的时候，我从那个什么阳光那个大楼下来，就是因为那时候刚拿到头套，而且我刚拿到头套，我就从大楼下的时候，我就开始大哭，我就看到人家就觉得，他怎么盯着我看，然后就好像把我当怪物这样，我就觉得。大庭广众下，头套一下子就成为显著的焦点。有一次，我跟姐姐也是去逛百货公司，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对着我大笑。他妈妈就当场骂他，制止他，然后他可能还是不懂，所以他下一次看到我又觉得又大笑。后来我又碰到一对家长，年轻的家长，然后那小朋友就指着我说他是什么东西，然后家长就跟他说他是哥哥或姐姐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去看看他是哥哥还是姐姐，就带着那个小朋友来看我，然后就说他是姐姐，他只是受伤而已。然后他说：“我们跟姐姐握手。”开朗的彭文玉只哭了一天，很快的抛开负面情绪，练习在公共场合露脸，慢慢适应了人挤人的大众运输系统。逐渐的，他不只是到医院，也到处爬爬走。我现在带你去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批发，带你去。好啊好，而且我有批货衣架。好，真的哦。嗯，你这样才能连到处，你最近都没了。因为我才刚开完刀啊。哦。嗯。好，去住院了。我有朋友也是。我们朋友在那边是罹难了。哦。所以看到他还蛮有。手工饰品店里，客人来来去去，老板娘刘希杰对彭文玉的不退缩、不回避，印象相当深刻。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他不会避开别人的眼神，就是他自己会主动讲他的故事，我觉得这样还蛮棒，因为你自己愿意走出来，别人才愿意去接近你。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想要就帮助或想要跟你示好，可是如果有些人他不知道怎么跟别人面对或拒绝的话，你就不知道怎么去接近他。为了帮助手部功能能够更快的恢复，彭文玉投入在自己喜爱的手工串珠里，跑遍了后火车站的材料行，他从找寻材料到制作完成，全部一手包办。你当初这些东西有学吗？还是人家教你？自己想的。自己想的。全部都自己想。你看这个绿色很可爱，我在想说要不要用这个绿色来搭。这绿色蛮亮的。对啊，如果它搭白色也会很好看。是哦。嗯。我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在找回以前的生活了，就跟朋友出去吃饭啊或看电影什么的，慢慢回归正常。手机好多，到人家给。璀璨亮丽的各种颜色，间接释放了彭文玉一年来不是复健就是换药的枯燥生涯。想一想。
有时候我会为了做一条手链而拆掉好几次。是啊、哦，哇，这个我真的是不会。上次还跟我讲什么排列，数学排列一样，我数学排列是 OK。那这个叫我排列我就不行了，我怕说皮肤还太脆弱。你看哦，它这个交接处本来很厚，这么厚，这都给我爸爸哈，每天压到现在软了，这个就跟我们的那个本来很硬原来的皮肤已经软，你看一这都一紧起来呢，这整个都厚起来。来，赶快扮鬼脸，把嘴巴弄一下，好吗？嘴巴、啊。哎、欸，你的脚啊！他的眼睛掉了啦！一个脚，一个目睭。我这个侯伟宇，你就看他抖抖抖，又在抖了。你们两个应该干到点会的，我们每天都在玩，我这样子都会玩。看你就是安尼求姻缘。我要衣服把它套进来，妈妈帮我要回来。你用指甲用？我哪有用指甲啦，无啦，我哪有可能用这个东西？每日每夜的换药和按摩，在这个家似乎变成了好玩的亲子时光，但是背后却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每天就这样子，就是一个伤口一个伤口去克服，克服到什么样？有时候做到一半真的会打瞌睡，会这样子。但是我不能停，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一次把它做到完。那每天就是不管做到一点半、两点半，或者我上次讲我最久到四点半。出院后，每天的伤口换药是最耗时的工程，这让彭爸爸很快就出了状况。我那时候自己感觉我身体很多问题，其实我那个问题啊，我从来没跟他们讲过。我如果继续下去，每天就这样子一样子上班，晚上就弄得很晚，睡眠不足，再拖下去，我想我可能会受不了。如果说我一倒，是全家倒。爸爸，没有太多的挣扎，彭世台下定决心辞职，和太太简瑞珍专心的照顾女儿。过往严肃的父亲形象，转型成女儿的大玩偶。做女儿的也在父母亲满满的爱里，学着更宽容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你还可以抠。有人在家怎么问？真的很奇怪，真的是很奇怪。会去羡慕那种没有烧到很多人，还是会羡慕啊。可是当再回头看看那些更严重的人，你就觉得看到他们就会觉得很心疼，然后觉得其实自己算很幸运的。哎，你好，好久不见嘞！你头发怎么了？啊，因为开刀是没洗的、啊。还在那个？他因为他那个养皮呀、啊。还在养。对，上次破掉了。那是我，谢谢。破掉了，然后昨天又进开刀房。哦，我也听说，我也说他昨天又开刀。对呀、啊，当做铺垫慢慢拆。好，不能叫妈妈帮你拆，不能叫别人帮你拆。曾经一起度过 ICU 最困难的日子，张庭轩因为烧烫伤导致血管堵塞，右小腿截肢后，至今在医院经历多次的重建手术。你现在很强哎，你要回去念书，什么时候回去念书？今年啊。今年哦。不然现在很无聊。哦。上课还有同学。你剩一年对不对？对啊。就差这么一年。三二一，经历这一场人生的大变故，尽管现阶段处境不同，学校的生活成为他们共同的渴望。我是文玉，然后其实我很紧张，因为这是我的第一场演讲，而且是面对你们。这是彭文玉第一次以商友和校友的身份重返学校演讲，面对着许许多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同学，这一切都只是个开始。被改变的生命样貌，被打乱的生活步调，一点一滴正慢慢重新回到轨道上。预备，好快！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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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晨报周年前夕，由马街医护团队为伤者举办的路跑活动，正沿着淡水河边热闹起跑。现在雅君的心情怎么样？我先让他而已。雅君先让他。好。我先让他而已。雅君今天的比赛的心情就是想拿冠军。对。是的，好，我帮你问。我会拨开他。好，那我去问一下冠军。冠军，冠军，等一下。冠军，冠军，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微微细雨中，无论是报名一公里还是三公里的，在社工和家属的陪伴下，每个人都奋力地往目标前进。今天其实大概有62位参加，对他们来说，这走出来，然后到愿意参加这样的路跑，其实是需要还蛮大的勇气，是也是让他们接下来在回到工作、回到学校的时候。能够有比较好的适应跟能力，不管是身体上能力或心理上的能力。无论是回归职场或是回到学校，这条康复的漫长路上，每个人的脚步有快有慢。现在对他们来说，或许才是人生真正的起步。我问你啊，你有想过有一天可以再回到田径场上？会啊，会想啊。就是要站上田径场那种起跑线，然后对我来讲应该还有一段距离吧。可是我会觉得，我还是会想回到那种最初的那种梦想。当人曾遭受死亡威胁，身体承受过巨大的痛苦，能走过来必定将开启对生命的另一种领悟。一个曾经是田径场上的常胜军，拿下了中等学校400公尺跨栏铜牌，大专院校竞走冠军，一旦连路都没有办法走，可以想见会有多沮丧和失落。那就是赵子婷，她也是八仙意外的伤者。曾经她看到别人能够下床，能走路，很气，因而消沉，甚至于自暴自弃。子婷，哎呀，我又来发烧了。子婷，你怎么复健好了呀？对啊。给你。早上去哪里？跟其他病，其他人也没有说什么事，就他一直在吵我。他一开始会觉得他很烦，就是后怎么又来了？真的从一开始就是非常脆弱，到后来我们慢慢茁壮，然后到后面就大家一起这样互相扶持，然后越来越坚强这样。这群年轻人，他们彼此竞争，也互相鼓励，加上亲友全心的照顾，飞快追赶一度空白的生命，重新学走路，在颠簸的路上领悟生命的道理。子婷是矮漂亮的大男孩，曾经私下跟医生说，如果要戴头套的话，就不要救他了。但是一年后，他告诉我们，他失去的只是64%的皮肤。他指着上手臂仅存的完好皮肤说：“幸好还有这些。”接受了意外的事实，放大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大男生体会到幸福，学会珍惜。他说，爱要及时，过去能够做的他努力尝试继续去做，而过去没做到的要及时弥补。赵子婷出院后半年，他开始跑步，从一圈两圈，现在可以每天规律地跑上3000公尺。其实子婷在出院两个礼拜之后就回到工作岗位，令人惊讶的决定是因为不忍父母为他打乱生活。出病房就可能真的觉得说他们真的变老，我想我应该也要回归，我要回归我自己的正常生活，也要让他们回归他们自己正常的生活。回到职场是一定要的，而且其实你知道军人的生活作息就是很规律，因为我怕我在外面久了，可能自由习惯了也会，就可能回来也会非常的不适应。赵子婷借由同袍压力来迫使自己前进。像如果在家里爸爸妈妈也就是都会
就会觉得哎你不方便，然后可能中餐也都帮你准备好，你只要走出房间就可以吃这样。那很像回军队，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小山坡这样。那像我办公室在山下，然后我吃饭要跑到水塘上。就你看这样，每天早餐、中餐、晚餐，这样就一天就至少要爬个，就爬山这样。有流汗吗？有啊。有很多、啊。可以接受的范围。你比是什么病啊？现在看医好起吼，就是嘞。你当阵这，哎，一个脚高要五六十大啦。你看，高脚安尼袂输人，人哩。高脚安尼固定嘞。啊，所以那时候刚回来是袂好，唔知要安怎用哟。没有吼，嗯。高的时阵吼。嘿，安尼，高的所在嫌皮拢落起来，伊当阵吼，迄才是痛，不能用碘酒，用碘酒就是家伊的皮肤伤害第二层。啊，我唔知啊，哦，佫足功夫的，妈妈佫逐位拢无甲拍膏嘞，逐位都甲消毒，逐位都甲打，结果嫌皮拢起来。啊，我唔敢哭，我嘛唔敢讲，啊，到尾唔才叫去医生管两个。伊讲妈，你都要顾，怎样唔敢顾？我是讲这点，我勒脚背拢硬起，我来我都顾。爸爸看懂，伊就叫妈妈讲：“你不用去，我自己来照顾他。啊，你伫厝休困，你这段时间是持续囝，你是硬撑着，我知影。你嘴巴笑，心里其实都在哭了，因为我不哭出来给他迄个。啊，爸爸，我伫厝休困，啊，我就。”真的，我嘛是真艰苦啊，心拢伫遐。你自己愿意提前哦？你不是在吗？很好啊，我就轻轻扶你而已耶，所以你自己其实可以的，只是比较费力而已。做五下。那你下次就要那只手，你的这只手，做一次就好了。然后放开，很累哦。你看做一下就很累，还是一天一天进步。我想好好陪爸爸妈妈，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月，觉得他们对我付出太多了，像上次我。上礼拜三去开刀房那一段，不是可以看到爸爸妈妈吗？我看到爸爸的时候，我一直哭，一直哭。可是我害怕开刀，可是我就好想他哦，所以我知道只要换药，就快点换一换，然后就比较会伤口会比较快好，这样我才能快点去普通病房看爸爸妈妈。两只脚、两只手，加顾的时间要四点钟。两只脚一定两点钟，两只手两点钟。啊，现在看他好起来，我拢放心了。早上七点不到，子婷回到国中时最熟悉的体育场。嗯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还好吗？哦，都很好啊。不管是还好。你回来几天？四天啊。他就是子婷体育班的教练兼班导。国中三年，子婷早上六点就得到这报道，晚上六点以后才离开，每天朝夕相处超过十二小时。让我暖身一下哦。鞋子弹掉了。
那我可以打赤脚吗？然后他学习东西就拼命三郎拳，他说拦架摔过好几次了，哎，他也就是这样爬起来，哦，没关系，在其实都已经有稍微流血了，哦，这样呢，哎，他也觉得 OK 啊，就继续这样子，好胜心也蛮强。虽然受过伤，姿态大不如前，鞋子也没穿对，但是他就是不服输。啊，对妈妈说，几乎是每个礼拜都上去。哎，怎么说啊？可以，就是有时间就上去看，心里面也比较踏实一点。然后你看那边有那个国中教练留给我的，不努力不主动就没有希望。他就是特地还从云林那边就是这样我们到台中坐高铁上，然后他下午就又马上杀回去，就为了见我一面。他就说一定要见你一面，他才能放心。这样400修两分，然后400你们就配在63。对不起，太哭了。他以前那么感性，对啊，就他都很舍不得我们这些小孩。特地回来感谢老师，也笑着分享复健的进度。自己肩膀这样压，因为这边会拉到，然后这边会拉到。讲的话，他是说要垫脚尖走。因为这样脚趾头才会有抓地的力量。我是觉得他在这地方的一些东西有带在身上，就是不要放弃，对，不要遇到挫折就放弃这样，对，遇到任何困难，对，转换一个心情，其实都就过去了。想过有一天可以再回到田径场上？会啊，会想啊，就是要站上田径场那种起跑线，要对我来讲应该还有一段距离吧。可是我会觉得，我还是会想回到那种最初的那种梦想，跟找回最初的那种自己的那种属于在田径场上的快乐。以前还袂，自从还袂发生事情时，这支目镜唔捌滴啊。自从发生事情了，可能目屎扫了伤济啊，目睭就较无法度，得200度。啊，就是我们做家长的要勇敢给孩子看，你若一旦流眼泪给他看，他就是没有信心，一定要眼泪留在肚子里。妈妈为了这个儿子如素，夫妻俩也体悟到，只顾着赚钱给孩子，不如多陪陪他。以前店面全年无休，现在是有空才营业。当志工去旅游，都让子婷更放心。那时候其实我很无助，因为根本没有人帮。然后我一直都在想，会不会我就这样就走了，或是怎样？那时候遇到一个女生，她帮我拨电话，跟爸爸讲。我印象深刻，我那时候一直在旁边跟她说，就跟他们讲就好了，不要让他们上来，因为我知道那时候已经晚。可是我知道他们个性就是一定会马上冲上来那种个性，所以我真的很不希望他们就是。因为我的事情让他们再这么操劳，就会觉得对不起他们吧。就其实他们给我这么好一个身体，然后不可能因为一些意外，然后让他们在，就是真的我没办法想让他们因为我这样哭的那个画面，真的会很痛心，我觉得自己很不孝顺。一场意外改变了许多人，许多家庭。对子婷来说，从不能接受到领悟当中的得失，
2015年6月27号，让他一夜长大。失去，就只是失去这表面积64%的皮肤，就这样而已。可是我觉得我得到了更多吧，就可能对于人的温暖吧。因为其实我们在需要人帮忙上，人都是可能自己身旁的朋友或是其他人都会给你非常大的帮忙。我觉得这是我学到的比较那个吧。像我出院之后，我都会去，就是说我承受别人给我的那些福祝福或干嘛，我觉得我有我也要施舍给别人，所以我就在家福有就是认养一个国内的儿童跟一个国外的孩童，就觉得能做就尽量去做。疤痕是美丽的，不管是否欢喜、忧伤、抗拒，不管曾经哭泣、撞墙、心死，疤痕总是背负莫须有的印记、罪名、外形。人被毁容，活动功能丧失，原先人生的规划全被打乱了之后，真的只剩下了绝望和痛苦吗？接下来要告诉您两个过来人的故事。他是陈明礼，40年前在工厂被烧伤，经过了26次大大小小的手术，他和朋友共同发起创办阳光基金会，帮助更多烧烫伤的朋友重获新生。而他最叫人敬佩的是，并没有因为颜面烧伤而退缩自怜，反而积极地参与公民活动，为残障者谋福利。另外的这一位呢，是木伯村，是网络上面很红的村大福饼干的本尊。阿村当时烧烫伤的面积高达了88%，他走过最痛苦艰难的复健之路，现在每天走入人群卖饼干，担起了养家的责任。阿川的勇气感动了许多人，甚至有香港朋友一到台湾就直接从机场要到台北来买饼干给他加油打气。夏日夜晚的校园是挥舞青春的时空，但这群年轻人，他们心疼着不能恣意享受青春的八仙城堡伤者。如果我没有逃离那个现场，就死在现场，因为我全身着火，大概我的故事不会在台湾出现了，只是一个无主孤魂而已。复大医学院的学生们想知道他们能为烧烫伤患者做些什么。当你意识到你自己的身心已经遭受这样的巨变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想法？谁是这个遭逢身心巨变的人？谁能真真切切地了解烧烫伤朋友的痛？这些都是起皮，当时起皮的地方，好，去补大腿，这也是起皮的，这个也是起皮的，好，然后这些这是疤痕，烧伤，当时烧伤，有些是起皮的，要来补这个颈部啦或者脸部的部分都有。1974年12月31日下午4:40，在桃园龟山工业区一家电子公司，快下班了，明天就是元旦假期。我只是下班了，想要去吃饭，没想到我前面就走了4个人，那台机器是第一个人，他不知道他的机器故障，因为第一天才在测试那台机器，它里面装的是三氯乙烯，然后第一个去把它开关搬下来的时候，喊医生说危险，然后他就跑了。所以他是烧到后面，第二个死在现场，第三个、第四个送到三种。他是陈明礼，火场幸存者，他的脸曾经出现在各大媒体。他和朋友共同发起创办了阳光基金会，服务烧烫伤的朋友。他们推动颜面伤残纳入残障福利法，他们要求国营企业带头雇用身障者，他们组织了残障联盟，为身心障碍者谋福谋生路。
陈明礼，他是一个名人，但是在成为名人之前，他走过的路血泪交织。受伤那段时间，我一边手术，一边做复健。烧伤之后，你的微血管整个都没了嘛，也就那些血你打不回来，它沉浸在脚里面，然后那个脚就像个爆炸一样。我们都只读过那一句成语嘛，叫做千万只蚂蚁，有没有？还有一个叫做如坐针毡。这个压平疤痕的头套，见证了陈明礼前半辈子大大小小26次手术的痛苦。当时20岁的陈明礼受伤后，第一次看见自己的镜中容颜，差点崩溃。这一次，我在镜中看到变脸的面貌，是真实，是惊慌，是无望。这一夜，我在哭泣中度过漫漫长夜，见生命，见无常，见光。为了复健，陈明礼和妈妈搬到阳明山脚下，花了4年的时间，每天爬山训练体力。早上4:30，我妈妈就叫我起床走路。有一天，每天寸步不离照顾她的妈妈回屏东老家奔丧。那一天，陈明礼萎缩变形的双手，连桌上的馒头都拿不起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陈明礼决心要当一个有用的人。4年之后，他就回屏东了，剩下我一个住在阳明山了。曾经0下1度，哎，你看冷到晚上我睡不着觉啊，但是我还是撑过来。我开始学煮饭、做菜、拖地板、洗米、做重量训练，因为从这里我看到我建立那个自信心。虽然手无法度拧这个，我们就用脚把它踩一踩，把水挤掉。只要想做我就做，不想做也是要做啊。不要以为说赚了钱回家就很伟大，没这回事。在40岁那一年，当选了台湾10大杰出青年的陈明礼，以全台湾男人最丑陋的脸，娶到了全台湾最美丽的新娘。拜拜啊，俺吃不空啊，这才是厉害啊！陈明礼不觉得自己的脸配不上吗？你说不会，那是骗人的事情。身上朋友要成家有多少？很低啊！啊，能够成家的都是自己都会想办法去解决那样子的一个历程。但是我这人较高拐啊，对不对哈？我就会去鼓动对方自己先革命嘛哈。哦，那个对方自己先内心革命，第二个要做家庭革命。那你看多难啊！你看那个家族的势力也会进来啊。那第三个就是社会革命，所以很多人就会用世俗眼光说：“哎呦，你是无翁通好嫁，还是你是无某通好娶啊？那去嫁到遐，那去娶到遐。”但是有时候爱情就是没有什么道理的。陈明礼说自己是个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人，从爱情的云端乐园降落到婚姻的日常点滴，生活上的种种不便也是想办法去解决。是啊，一头尖尖到，对我呢插到呢，无插到，因为我袂戆戆，哦，起一头啊哈、哦。你看，如果像这种针我拿不起来，对不对？我就把一头穿住，然后用这个捞起来。受伤的朋友其实最怕的就是他不自己不知不觉，那个信心消失，那你就会放弃。你看我们经常说我什么都不会啊，对不对？我们看了很多啊，啊不会我们要把它变成会啊。成功人家，来看看成功人家，170，然后杏仁瓦片80。还是你要吃牛奶巧克力豆？它是里面有巧克力豆。对，它有巧克力豆。叔叔烧伤了，
对啊，被火烧伤。这个被烧伤的叔叔叫做木伯村，在网络上有一个很红的名字，叫做村大福。好，现在多少钱？140。想说就是平淡一点、传统一点那种福气的代表，很大的福气的意思。再也没有人比木伯村和太太黄君宇更能咀嚼出福气的滋味。整整四年前，小两口欢欢喜喜倒数计时，准备迎接即将出生的小孩。但谁也没料到，一场意外让工厂的汽油烧毁了他们的幸福。木伯村的烧烫伤面积高达88%，他昏迷了2个多月，清醒之后的人生只有痛苦与绝望。就在那看不到尽头的黑暗中，木伯村的儿子出生了。我觉得有小孩了，那我当然要负起责任来。那既然要负起责任，那就全部就一起啊，对吧？就换个心态吧，所以就让我比较勇敢，比较走下去的力量。木伯村国中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妈妈一个人抚养4个孩子长大。阿村是4个小孩中唯一的儿子，妈妈的心头肉。其实他常常不讲话，可是他那个表情，就一看就觉得他在难过，或他在心疼。有时候走在路上，他可能人家看到我，然后他的表情马上变了，我就知道说啊，他在替我难过，对啊，然后我就马上去安慰他这样子。夏天的傍晚，艳阳稍稍收敛它的威力。刚刚下班的太太陪着木伯村出门卖饼干，让婆婆喘口气休息一下。受伤的时候那个痛啊，它会瓦解你当下的意志啊，你所有的精神都去承受那个外在的痛的时候，你这个情绪就会起来，你没办法控制那个情绪。其实可以让自己去想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情，就尽量不要把那种不愉快啊带给周遭的人，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想到说他们还要承受我们的那种情绪的话，那其实也是蛮不公平的。你好，你好，什么口味？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真正走出来的时候，反而遇到的是一堆那种很多那种好心的人，对，满满都是。人家就会怕他热到、饿到，然后就会给拿便当给他吃。那像有时候便利商店姐姐，他们就会拿水给他喝。然后像冬天是比较冷的时候，里面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啦，就经过就说，他就拿了外套给我们，对，就让我们穿。阿村一家在满满的爱与关怀中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但是他们需要这个城市更多友善的对待。可以的话，当然可以啊，对，因为他对不是只有造福我们啊，对一些其他的有轮椅的也比较好。痛过的人对别人的需求有着更温柔而且热切的感受。然后骑楼又被机车停满了，这时候怎么办？没辙啊，往这里。往路的话，那你就是翻车。往这边。那往这边骑楼的话，就我都把它堵掉了，你就擦拭难为。陈明礼积极的为残障人士的路权请命。受伤40年来，他一直是社福界的大将。除了我们现有政府大力推动的一些长照政策之外，社区共老是可能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维解决我们共同的。这天，台北市政府的公民参与活动特地请陈明礼一起来参加。我就觉得最好是一个本身就在做公共事务、关心的、有参与的、有经验的人来带我们的社区居民来讨论了，会比较有深度。他非常的勤劳、很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他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伤残，然后自我封闭。
定会怀疑，但是一定先试了再说。无起边来栽掉哦，还没试就要放弃，天底下哪有这回事？那一直试试看到现在，就是慢慢的会稳定下来，不管做什么都好，真的，总有一天会有一条路为你而开，这样子。真的。受伤整整四年之后，木伯村昂首阔步，担起了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子的责任。他还担起了更多。每个月，他和太太都无偿送饼干给偏乡弱势的学童。我现在还是以前的我，这样子，并没有任何改变，甚至于还多了一些坚强，多了一些勇敢。这是木伯村的脸，这是陈明礼的脸，他们脸上凹凸不平的疤痕是美丽的，因为这是勇者的勋章。时代在进步，陈明礼这些早年的伤者，因为医疗，因为社会观念相对落后保守，因此复健的过程极度艰难，资源十分匮乏。相对的来说，八仙的孩子承载了各界极大的关切，有来自阳光以及慈济等社会资源的支持，再加上了年纪轻，集体治疗的力量惊人，一定能够加速身心的康复。但他们来日方长，这个社会还得要共同承担。而从两个世代伤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印记，提醒大家要尊重包容，要付出更多的爱，在人生转弯处，何处不相逢。